这家人条件不错，家里有个女儿，现在就想要个儿子。收获在这吧。嗯。钱呢？你说我要把这视频交给警察，会怎么样？电话就在那儿，你报警啊。你小子，咱俩把这小子推死啊！人死了，人死了，人死了，死了！你到底还有什么？